这个后面是厨房，那边就是送餐的动线。我从这边走，老师会在包括我们做介绍。那总统现在所在的位置，这个地方背后是餐厅，这个地方是佛堂，因为在我方位，那这个是传道活动也是在。对，就是在这个木板的空间是佛堂。那刚是大骨家徽，那总统可以往前看这一个家徽。哦，家徽有。这个就是原始的家徽，我们把它留下。我们说这是文创，就当年他做的一个纪念。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的书斋，这个书斋其实刚刚佛堂它给这边，就是这个说法的这个空间。那这个我们称为叫做一如狮子般的勇气，就是要求道理这件事情。是我们再把它修正出来，四松。那这个四松的图案蛮有现代感的。是很有现代感，可是四松是传统图样。哦。那今年的东京奥运他们也用四松，他的寝室。这是他的床。 就是它的小大空间，这是它的对它的床。那这个风格很特别，就是有人找不到它是一个标准的式样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大古式样，就是它独特的，对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有这个床架，是这个。那刚美可以信教啊？我们相信有关系，他最早接触敦煌考古。这是什么样的空间？ 等我面向老师这边，他会好好介绍。那总统这边可以看到，这边就是大武高位，它是比较私人的书龟甲的形状，可是又有一点立体的感觉。我们比较多那种原始或者比较简约的那种形态，因为那是一种情趣哦，一种是一种素养。所以他在这里住多久了？这是一个主人公。哇，那是一个很深。哇，蛮大的耶。好，那我来这边。好，我们直接请。好。他这个日记里面，他有写到他。 他在这边教年轻的学生，他除了要务农之外，女生就要学习相关礼仪，可是他们最终要学习西方的知识，所以女生要会煮 spaghetti 哦，所以他们会吃西餐，然后他们也有很好的这个厨房设备，有六口灶。然后总统可以看这张照片，这张是在这个之前，这个市长在修路之前有。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然后这个。 第一张正常，不用任何动作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很好。我们现在请长官，用右手比赞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OK，大家 OK 了。好，谢谢长官。